茶水，辣椒炒香肠，米索酱蘸葱，吃这个全麦面的那个饼，这个饼特别好，软的。吃一张，我打两张，可能两张都能吃。行，吃饭了。今天煮羊排汤，现在凉水下锅，把羊排焯水，里边放点花椒、葱姜就行了，料酒。焯完水以后，现在先焯水。焯完水以后呢，就拿高压锅煮。